伤心蔓延，也要坚强地久久一个安稳。哇，到真的要被的剧本，爱如何咚咚咚的说大要不合，别说爱人就该爱他的灵魂，否则听起来让人觉得不真恳。是不是不管爱上什么人，也要天长地久求一个安稳？起来让人觉得不真感，是不是不管爱上什么人，也要天长地久求一个安稳？哦，我只想要那么一点全部，不可能，难道真没有别的可能？这怎么扯？一切随心，能不能？